位的时候，自此后后续失去了人生，线光便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建筑样貌。村内的血迹就像是村子的交流站，线光的爸爸们常在那洗衣、取水、洗菜、聊一些话家常，甚至有人在那买刚钓到的鱼。村外的小溪流是孩子的长蝌蚪，高峰市的栖息之地是村内孩子的玩的玩具。由于家户居住空间不大，因此这家大部分都在前后院做了增建。由于新建植物圈舍，国防部为了补偿便建了篮球场，让孩子们有活动空间。无论大人小孩，都在柔术广场聊天、聚会、下棋、玩乐、看电影。春节时，住户会在广场上互相喊爱，孩子们则喧闹着灯泡，玩对打冲天炮的游戏。建光在民国91年成功被登录成为历史建筑，而原居民也在同年搬离至新住所永光新城。民国106年举办，这是爱县展览、全国政策博览会，持续活化建光二村镇的镇村文化园区。这里曾经是一座县名镇村，在民国113年划设建光二村镇村文化园区。